人家会坐在他的这边呢、啊，沙漠有没有？金字塔那个沙漠，人家会坐在他的那个背上啊，当做交通工具啊，因为他那边不能骑摩托车啊，也不能开车啊，就当用骆驼当交通工具啊。人家就骑在上面，放一些菜啊，放一些东西拿去卖啊，对不对？当做摩托车这样子啊，跑来跑去啊。可以送我一单吗？可以送吗？